现在大家看到了我们这款背包叫做 VR Go， 这是一款游戏主机哦，只要背上它走到哪里就可以玩 VR， 玩到哪里，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线， This is wireless， 所以没有线的话会让你更加的不受羁绊，更加的玩起来更没有一个负担哦，而且也可以看一下哈，这么瘦的女孩子其实背起来都是蛮轻巧的。另外我们两颗电池，一颗在这边一颗在这边，两颗电池呢可以有一颗拿起来充电，另外一颗继续玩，这两颗电池是可以替换的，不用终止游戏，也就是说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的都在进行 VR 的游戏。另外我们看一下哦，非常酷的设计，这是我们 Very Special Lighting， 而且是可以客制化的，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灯光就可以帮你客制化你最爱的颜色还有灯光哦。现在我把它两肩背起来，来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 extra comfortable strap， 非常的舒适哦。然后我们稍微转一圈，有没有看到没有线，是不是能够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自在呢？如果想要试玩我们的 VR Go， 欢迎大家到我们 Zotac Booth 里面一起来跟我们玩 VR 游戏哦。